嗨嗨，我是莫能。那在上一集呢，我们解释用了斧头系列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弓系列。但在那之前呢，因为昨天的斧头有爆底，所以我们还再重测一次。嘿，对。所以呢，对，来，我那是木剑暴击师，然后我再去啊，叫做马蒂。金剑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再来是铁，不，先把你先装备。可是我拿错了。一下，两，三，四，再来钻石剑，一下，两，三，撤。再来做个玉髓剑，一下，暴击直接死啊！等下再重来，真的哎，两，三，四，五，一下就死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的剑系列就先到这里。最后一集，弓箭系列，首先是我们的火焰弓。好，及时可拉满弓，准备瞄准头发。我们必须等他的火焰烧完，他才就是第二件。好，两件就死了，再来。烧完才会发第二件，第二件，第三下，我们继续往上飞。第四下。剑哦，第六剑了，第七剑，瞄，
八剑，我死掉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得知八剑，八剑火焰弓就可以杀死劫灰兽。再来散射弩。然后我刚发现我忘了测，哎呦，十颗测了，十颗还没。哎呦啊，十颗测了。来散射吧，拉好。哇！第三点，在怎么样？第二点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第五点。第六件，第七件，第八件，第九件，第十件，把天气调回来好了。好，再来是，再来是最后一个力量弓，这应该可以秒杀吧？十颗，直接死，应该五件就解决了。有没有撕掉了？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武器 VS 系列，那就这样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